从副院长开始，这个陈志伟就一直邀我要来这里，然后这个一直没有办法。那今天来了以后，我要说这个跌破眼镜啊，农业真的可以不一样。那么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新时代的农业长什么样子。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像刚刚我们看到，就是说它几乎是用自己循环水资源，然后把鱼的养殖跟这个蔬菜的传统的把它贯穿在一起。那几乎就是工业化了，是，对不对？那这个大概在以前是吧，我们是知道理论上 maybe 可以这样，但是没有案例。那我们一有案例，以刚刚的简报来讲，我们这就是失业率，对不对？那以这个陈志伟最自豪的这个观赏啊，水族动物，水族啊，这个从虾子到这个这些事实上也是以前无法想象的一个新的空间。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一个，我们的农业要出口，我们也看到一个新的一个出口的模式。然后讲你亲自这个出口，我主动讲，你还是要谢谢我。当交通部长的时候，我在自由贸易这个自由贸易贸易这个港区啊，那个地方打一下一些，不跨平那个，对，打一下一些前店后厂啊，这个或者这些项目啊，境内关怀啊，讲这些，我们在这里确实看到个新农业，新时代的农业，所以讲。这部分我们要肯定这个陈主委在这个地方这个卫农委会这个农业协会这一点，这只是个开始，所以马上力量不够，所以我们继续努力吧，好吧？我想这个打下的基础，对为台湾的长期的农业发展非常非常重要。用个围棋来讲的话，原来我们是在这边。我们现在等于说在另外地方，我们下面子，这个是叫有点子气，这样的话我们也就出跑题啊。OK， 谢谢大家，加油。